光饼是书的到底小吃，它已不再单单属于福州人，不过你也不要以为它的名气很大，书四处都有光饼，尤其是这道炒光饼。有人说炒光饼是新创意，但我从老一辈那里听说，把光饼炒了端上桌，其实是早期众多吃光饼的方式之一。早期物极必反，吃不完的光饼正巧被吃剩的菜汤肉末一锅半炒，成为饱食一餐的熟食。因应不同的煮熟速度，炒光饼最讲究食材下锅的顺序，另外就是火候的掌控，让爆香味和口感赋予了光饼重新上桌甚至化为新美食的机遇。